台风的隔天啊，然后我发现我要清一下我们家阳台，因为怕以后落叶会塞住排水沟。有柿子哎，怎么回事啊？那柿子竟然台风竟然把柿子吹到我家阳台，对，回归大自然。好，来扫一下吧。昨天就是这边啊，整个被落叶塞住，其实不用很多就会塞住。所以说其实蛮可怕的，然后这是我寝室嘛，然后我踏出来的时候，对，水已经要淹到这边了，所以是整个是直接进到鞋子里面，超可怕。我在想，我以后我应该要去百货店买一个那个竹篓，然后下次有这种台风或下雨之后，把竹篓放着，然后压重物，然后不要被风吹走，然后可以增加那个落叶的承载力。分享一下哦，因为日本这边啊，我不知道什么，人家都不做屋檐，就看得出来吧？对啊，不做屋檐，所以说我就真的很懒得去整理我的阳台，因为反正下雨就会脏。然后台风过后的超市居然是这个样子，我原本以为隔天应该会进货之类的，就都没有。不过也才一天而已啊，不会这样子。然后牛奶完全一罐都没买到，这是我最难过的事情。哦，泡泡面变这样子，好炫哦！第一次看到这情况。哦，牛奶，我的牛奶，没有牛奶 ，No milk, no life。来到第二家药局，也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牛奶，惨惨，有种想哭的感觉。结果连肉松一百。也是这种很炫的情况。哎，有了，至少有妈咪。那妈咪买一下好了，好歹也是乳酸菌嘛，有个乳字。找到牛奶了，开心，而且居然是到25号啊。那无调整牛乳啊，先买个两罐测一下好了。哦，碎了，泡芙棒了，拢来，也才两罐。我来这边这么多年，第一次看到这个景象，有够酷的。今天啊，因为突然很懒得煮饭，所以决定来吃这个 Gusto 一个算家庭餐厅，美式家庭餐厅。对，然后那这其实也是我可以怎么讲？出团的时候带团员、带朋友来吃的好选择，对，因为绝对不会让人失望，是个好地方。然后它的料理很多很多很多，对，然后也有一些限定的料理啊什么的，有的没的，对。然后可以看到说什么饭啊、菜啊、汉堡排啊、牛排啊，然后鸡排啊、薯条啊什么全部都有。但是今天来呢，小薛这么口。当然就是要吃划算的东西，就是之前抽签抽到的 coupon， 对，然后那就像饮料喝到饱只要99块，然后饮料半券，好，然后还有鸡排，还有超好吃的薯条，对，全部都很棒，对，好，那就通通来给它点下去。然后 Gusto 的饮料吧真的很炫，我真的超喜欢的。对，先来哦，这果菜汁很好喝，真的很好喝，对，然后还有一个这个。热带冰茶，对，这个也很棒，对，然后那先来喝个，这是综合的吧，看看哈，好，台湾很少，几乎喝不到东西，姜汁汽水，然后喝个柠檬口味，然后这样子，我觉得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可以分享一下，就是关于汽水这件事情。那我们所知的汽水，例如说雪碧、可乐、沙士，台湾嘛，好，那其实有一个东西是台湾没有的，叫
姜汁汽水啊 ，Ginger Ale。我刚念是日文啊 ，Ginger Ale。那诶，美国的话是 Ginger Ale 汽水跟沙士都有，他们 Root Beer 嘛，好好。那很妙的来了，好，首先台湾没有 Ginger Ale， 没有姜汁汽水，日本没有沙士，对，日本真的没有沙士。那个不是极端的没有啦，你可能去一些那种什么很特别的，像说进口食材店啦，或者是一些比较潮流的一些食品店啦，可能会有。但是你想要走进一家 Seven Eleven 或走进超市，都要找沙士，几乎买不到，哦，几乎好。然后那如果你拿台湾的名产黑松沙士给日本人喝，他有可能会喝了一口之后跟你说干。为什么你要拿厕所清洁剂给我喝？这样子对，然后但是喜欢的会很喜欢的，对，像我个人也是很喜欢沙士的。哦，那我到美国的时候我就疯狂的喝那个 Root Beer， 那 Ginger Ale 也是我很喜欢的可乐，对。然后其实最主要是因为小时候没喝过啦，你知道，就是觉得很新奇。然后另外一个是梅隆手打，就是香瓜汽水，但是其实根本就没有果汁，它就只是做成香瓜的颜色跟味道这样子。然后我的超大盘薯条来了，然后它最厉害就是它是粗的嘛，哦，然后而且它沾这个美乃滋加番茄酱，哦，靠呗，爽死，好吃到哭。然后正在爽的时候呢，我的超大香煎鸡排来了，爽死啊，天哪，对，然后这样子才。忘记多少哎，反正就是这样吃一份也才500块而已，爽死了。呵呵呵，哦，要吃鸡排，当然要给他加80块啊！哇，这鸡排真的很棒，超炫，天啊！其实鸡腿嘛，我先吃个原味啊，干，好好吃！哇，哇，哇，嗯，等下这什么神奇的那个？香灵感，爽死我了！天哪，欸，我第一次吃这东西，然后想说他巴斯口不要加，加了可惜这样。哦，看看，哦天，我那肉质在滴啊。嗯，爽。很推的东西就是抹茶拿铁。那当然是喜欢喝冰的啦，所以说我就要先拿冰块。然后到这边的机器来，好，点抹茶奥蕾，好，然后呢还有抹茶奥蕾跟香草抹茶奥蕾，先喝纯的好了。好好喝，赞。其实呢，这支影片是业配文，那业配内容就是我自己。如果任何朋友想来日本骑重机旅游，或是有日本的产品想要代购的话，欢迎敲我。那联络方式呢，在影片下方有小薛的 LINE， 只要点击就可以联络我喽。感谢各位。